兄弟们，今天乐迪可帮我大忙了，现在已经决赛圈了，场上就剩三个人了，一个在前面石头，另一个就是乐迪，但是现在的局面非常尴尬，谁也打不到谁。可就在这时，乐迪出现，打破了这个局面。我看到乐迪一号了，乐迪一号可真，乐迪一号。这时候乐迪慢慢的爬到了敌人后面，最后乐迪他终于出手了。乐迪一号 ，OK 牛逼，乐迪一号果然应了那句话。我是乐迪，每时每刻准时送达。Okay. 这次吃鸡多亏了乐迪的帮助，结果没想到这一局我竟然碰到了四个乐迪，有四个乐迪给你送装备是种什么体验？打纯经典我还是落地先找人机，这样可以确保前期有人头，就是不能确保附近有车。结果这时候还有车要过来抢我人机，赶紧拿弓箭把他赶走。我说他为啥过来呢？原来还有一个人机，那我就通通笑纳了。这时候附近没有车，只能呼叫乐迪了。那个乐迪有没有离我比较近的乐迪？看看我位置。最后喊出我们的口号：所有乐迪启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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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启动。等一下，我承认是我眼神不好，这一出去就看到梁蹦蹦。哎，我前面有车，别启动了，停！熄火，熄火，不要启动了，不要启动了，我前面有车。但是乐迪的速度是真的快，这刚过一会儿就开车过来打暗号了。但是我现在不需要车了，就让他走了。兄弟们，我竟然被敌人当猴耍了，这边送装备我就来发虚了。但是等我进来才发现附近有车，那不用想，附近肯定有人，因为怕被溜所以只能走了。等我开很远之后，防虚又开起了枪，真有人，所以我又掉头回去了。结果绕了一圈也没有看到人，反而刷了个人机在我脸上，但肯定不是人机打的枪，最后还是找不到，所以只能走了。结果开到一半他又开枪了，不是真把我当猴耍呀，我就不信这次找不到你。这边他也是露脚步了，就在这个防区。我本来想从阳台翻到二楼的，结果碰巧看到他在这里站着。不是，你知道我找你找的有多辛苦吗？这搜个装备还要被当猴耍，真的太难了。搜装备太慢了，咱们直接来舔空投，毕竟快决赛圈了，也没地方搜了。兄弟们，在平原开车不要太快，像这敌人一样直接撞石头上了。看他下车了，咱们也下，这对面连反击的机会都没有。接下来又到了乐迪见面会了，但这局的乐迪确实有点多。首先登场的是第一个乐迪，我是乐迪，每时每刻准时送达。看看第一个乐迪给我送了什么装备，也是给了我一把 AUG。其实这时候我已经什么也不缺了，但是乐迪又来送货了。我来个燃烧瓶，这是我唯一缺的了。我是乐迪，每时每刻准时送达。OK， 这应该是我唯一缺的了。不是，早知道有乐迪给我送装备，我前期送什么装备呀、啊？还被当猴耍。我这时候真的什么也不缺了，结果乐迪三号又来了。我已经没什么可缺的了，你给我个真吧。我是乐迪，每时每刻准时送达。我没听你说。喂，这个也行，这个也行。我已经没缺的了。我这时候把能想到的东西都想了一遍，真的没缺的了。这乐迪也太热情了，这都决赛圈了，怎么还有人开飞机啊？而且开的还是带特效的，这你不成和谁成和呀？这边直接占领全中心最高点，正好看到个趴着的，直接击倒。我感觉他把树后面都比这强，这颜色也不一样呀。兄弟们，接下来无语的就来了。这边我刚看到前面发区有梁蹦蹦，然后我前面就来吉普了。刚一开枪，我才发现原来是乐迪一号。这个乐迪一号，你不要命了？我话刚说完他就没了，所以我直接过来为乐迪报仇了。他是没空，走位着打。这时圈已经很小了，正好看到有人在跑毒禁圈。哦，原来不是跑，是把车开翻了。现在场上就剩两个人了，还有一个是乐迪，这真是两眼一闭啥也不管。你在车里一坐谁看不到呀？但确实不太容易注意，但我可是比金人孤独心的男人，所以你还是变成盒子吧，直接开枪呼叫乐迪，最后也是成功吃鸡。当然这次吃鸡还是少不了乐迪的帮助，这装备送的我都捡不过来了。打单排我最喜欢听到一句话，我是乐迪，每时每刻准时送达。